再过一个月就是一年一度的佛诞日，此期第五年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浴佛大典，希望全世界看到隆重正信的佛教，也透过浴佛仪式洗净自己心灵烦恼。目前社区的种子老师已经进行彩排录影，也将影片的教学片段让参与者可以充分了解动线，减少彩排次数，安心沐浴在佛陀恩典中静心感受。慈济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佛诞日浴佛典礼，今年迈入第五年，第一次的彩排启动倒数一个月的时间表。注意了，看法师，看看，敬礼。今年人数增加很多，可是彩排减少到最低。那这个应该是45年上人带领弟子大家共同走。情行道也好，或者人间路也好，应该在今年的浴佛大家可以真正的去感受到。四年来大家对于基本动作都很清楚，也已经有社区种子老师指导。六去六去六，透过录影可以从彩排影片了解动线走位，两阶一排，届时各行各业更多人参加浴佛。中正纪念堂还是一样，6:20开始，是因为希望看到佛光，在佛诞日看到佛光，看到万盏心莲朵朵亮起来，那种对上达诸佛厅的感受会更深。整个庄严的浴佛典礼将邀请法师从宗教观点带领，让参与民众对于浴佛时的感动更加深刻。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台北报道。